生，你在干嘛呢？感悟。感，那大师兄，你感悟出来什么了？冷。燕山派啊，第四代弟子人数众多，俊朗飘逸，雄浑壮硕，各式各样，什么都有。你没事吧？破的样子，师父要是见了肯定会责罚你的。你一脸写着我喜欢赵醒木，昨日之事之后我便神思不属，总是想着他，忘不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谁啊？怎么偷偷溜进来的？啊！我是小雨，刚入门的弟子，被派到后山打扫的。师兄怎么称呼啊？啊！小雨啊，为兄君未期。好你个燕山贼子，好大的狗胆，竟敢来我百花门撒野！站住！我不是来撒野的，我跟你解释。你叫我什么？啊？你叫我什么？看你往哪儿逃！在你临死之前，让你尝尝幻化神功的厉害！你为何这样看着我？我没有在看你。我在看你身后岩壁上的那条蛇。莫要欺人太甚！魏晋，我君未欺。魏晋，魏晋，誓死保护燕山派。上一边去！魏晋，魏晋，魏晋。还我师姐！啊，我怎么不担心啊？我就因为担心你，我才去百花门找你的。你去百花门是找我的？我去百花门找你，就是我们两个上次交手之后。你没与我交手，你是被我打了。自从上次被你打了之后，我仿佛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什么意义啊？就是，我想再见你，师父。嗯，弟子有事，想和你打听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师父是否知道，百花门有个人，叫夏新河？谁？夏新河，花静香的师妹。你听谁说的这个名字？此人还活着？昭行木，我大师姐心思单纯，不懂事物。你妄图引诱她触犯门规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今日我百花门众姐妹定会让你有来无回，受死吧！受死吧！玲珑，赵大哥不是坏人，他那日处处护我周全，为我遮风挡雨，哺育果腹。事情依我而起，你们要杀就杀了我，莫要为难赵大哥。你是百花门的大师姐，他是燕山派的大师兄，你们将来必定要继任掌门之位，即便是能促成两派和解，也只不过是各自安好。玲珑，
你一向多谋，可有什么办法？长痛不如短痛，放手如何？八点，我九阴绝脉，本就气血亏空，再加上被你费尸击伤，又遭踩踏，现在血脉赤之。你是何人？鬼鬼祟祟在我百花门，意欲何为？告辞。华妹，今日小君问我为何一副少年模样，我这一身功力都给你续命了，这一续便是几十年，每月不辍，也不知你还能不能醒来。不过你不醒也没关系，你想睡多久便睡多久，我不在乎。两位师姐，这是要开刀问斩了呀，这个玩笑可开大了。不是我们要斩你，师父说他不舒服，非要我们砍你。我娘性格怪得很，有时候多愁善感，有时候又冷漠无情，最坏的结果就是等你们自报师门之后，他直接出手，根本不会给你们机会。这么暴躁的吗？不然我为什么躲着他？我从小过的什么日子，你们根本就无法想象。小程，小程，你别哭啊！你赶紧去洗洗脸，换身衣服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师姐。以后百花门，我罩你。记住。一心姑娘，你这是？君为妻还好吗？你找为妻师弟是要？我今早练功时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似乎缺少了些什么。缺少了些什么？说不清楚，所以想找君为妻一寻究竟。师弟随师祖老人家下山游历去了，如今不在山门内。他走了？嗯，昨日走的。嗯，他竟舍得走，看来我是真的伤了他的心。星河，师姐。别来无恙啊，星河，这么多年你还好吗？师父留心，严大敌来袭，近日他将与强敌交战，生死难料。小君师妹，你集合所有门内弟子，共同辅助师姐御敌。遵命。狐媚熊妹，你们去往后山开启密道，你们二人必须将百花门所有绝学典籍通通运走，绝不能将其失传。遵命。
小莲，一会儿召集所有外门弟子，由一心指挥，所有人躲入后山密道，随时随刻准备撤离燕山。来杀我？你怕吗？想通了就不怕了。人固有一死，只是死在你这门派弃徒手里，心有不甘。心有不甘又如何？当年我离开这里，也是心有不甘。你敢辱我师父，受死吧！一心，一心。